欢迎光临先生几位？把你们厨师长给我扛出来。厨师长，外面有个胖子找你，都去看看。就是他。你就是本店的厨师长吗？不错，在下谭德 Q 帝国鸡御用厨师长，今天前来切磋厨艺。你就说怎么比？一人烧一锅鸡，谁烧的好吃谁赢。本人厨艺50年，就没怕过谁。厨师长，你不才20多岁吗？我爸不还30年了吗？应战，走。这就是本店的特色帝国鸡，你尝尝。我来米饭。尝菜就尝菜，怎么还要米饭呢？菜好不好吃，你的看他下不下饭。给他上碗米饭。再来一碗。这是好事，在下甘拜下风。那是必须的。再见。哎，等一下，你那个潘大 Q 帝国鸡在哪里啊？暂时不开。啊！你给我滚！哎呦我的妈！你！哎，潘大，管理啥？小明，你看谁的？哎呀，你那我还忘了，我想起来我再来吧。哎，潘大，你再好好想想。你把眼睛睁开给我讲话，我心里还能想起来。你看，你是不是要买香烟？不是。哎，有，你是要买水果的？我们家今天刚到的，全是进口水果。不要。哎，有。你是不是要买鞋子和衣服？那你到得物上面去，这上面全部是正品球鞋，限量款也有，还能辨别球鞋真假。这个我知道。哎，有，你是要买二手车？经典二手车，原模原况，美女一手车。那车我也坐不下。哎，有，坦克有、哎、有能坐下，你保证能坐下？有。有病吧？哎，到底你买不买东西？不买东西滚！你让我留下来，又让我领我走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哎，你是不是诚心找事？反正我不管，你就是不要的我家有，你要的我家也有。啊、你要养女朋友吗？我有一个女朋友，卖给我。你给我滚！哎呀，小蜜，你也在这里吃饭啊？你个大半段，你离我远一点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的，越想来蹭就蹭。就你那两个素菜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真没什么胃口。你瞧不起谁的？这不过年了吗？要准备东西比较多，我本来省着点。对呀、啊，快过年了，你看看，我刚买的 iPods， 还有 iPad 和 Switch 已经在路上。什么情况？你捡钱了？这些东西只要9.99。我本来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，可你却……咱俩的关系，你还客气个啥？服务员，给我上几盘肉。胖子，咱一起吃。热哥，肉来了，你们慢慢吃啊。那我都不客气了啊，不客气了。哎，我的肉都已经有了，你应该告诉我怎么买。嗨，这不正好拼多多有个跨年买啥活动吗？9.99就能抢各种千元大牌，不光是这些，像什么茅台呀、五粮液啊、戴森 SK2 啊，通通9.99，每场10次机会，不怕抢不到啊。都9.99？真的？这不今年拼多多冠名湖南卫视跨年晚会吗？顺便给消费者送了福利，你点下方链接或者去拼多多搜索8686就能参加活动。哎呦，肚子有点疼。你还没新的骗法？这肉菜上我还没吃，我跑什么？你在那里坐着，我上个厕所就来。你去吧。服务员，大包大包。哎呦我的妈！先生，一共消费300元。我还没吃完呢。哎、我肉呢？那个大包呢？给打包带走了。啊！看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。